一个固定的拿不到，这个要把它固定在叉，运动相机叉三拿不到，买不到就自己做吧。来，用细胶膜，细胶膜也不好弄，才想到橡皮擦，找了很多东西，终于找到橡皮擦，先来挖一个洞。深度可以，吃饱太咸，一点点挖，然后把它塞进去。想办法挖空一块橡皮擦，这样子应该就可以。蛮稳固的，在里面嘛，用一层细胶来加固，不然这个橡皮擦会裂掉。内外我看都要。把它涂一层吸力控在里面跟外面啊，这样才不会橡皮擦就知道是裂裂啊。深度也够深。再来上点色，用油性的铅字笔来上。干了之后再来。两面的，三面的，哇！
干掉了，没水。先上个色，等干了之后再来补，就来补第二次。觉得不错，剩下这边，剩这边，另外一支笔，小老鼠，真是尺八太小。还行，就把它吹干，那电风扇吹干再说，这样子就让它吹干。干了之后再来再补一下，剩下面。